天。各位，欢迎来到神游马克。那大家刚刚前面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友工三峡慈灵宫，下周是我们布袋宫信胆，他们今天在假日的时候向布袋宫来祝寿，然后他们今天也有恭请他们的六尊神明，上面五尊跟我们的下坛将军来上山来祝寿这样子。那等一下神明也会降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三峡慈灵宫的一个拜庙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想要就是了解我们三峡慈灵宫的故事，可以看这两支影片，还没看过的赶快进去看。我们师父降价讲话都非常有智慧哦。祝寿 ，Let's go！ 正片开始之前，宝康报你知，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五财神圣诞了。为了普天同庆，庆祝我们大老板的生日，你只要在我们台湾玉皇神观音寺的粉专的这篇贴文留言恭祝天官五财神圣诞千秋，我们就会在当天帮你奉上一柱新香。我们要在农历3月15的良辰吉时，集万香聚万愿，一万香立即我们的台湾玉皇神观音寺综合慈善大楼。你只要去留言，我们就帮你奉香聚愿，邀请你成为信仰宏愿的基石，让香火绵延万代，传承万年。还有抽奖活动。本荣幸管委会对洛神会社的合作邀请，我们准备了东西南北中天官五路五财神的画像，隔一张要给看到讯息的你来抽奖结缘，详细资讯就到右上角的贴文连结看吧。如果你想先把影片看完，你也可以再去 FB 搜寻台湾玉皇神观音寺来参与活动，共享盛举哦。有兴趣的记得去看，提醒你要把抽奖资格看仔细哦。那我们正片开始。来，我要跟切哦。在前面，猫在前面，对，猫在前面。来站起来哦，来站起来哦，来站起来哦，thank you.
喝的多多的。哇，你怎么那么多啊？谢谢太子。好，下一个。你喜欢什么口味啊？不要跟你后面的讲，好好，谢谢。后面的会吃醋，最皮的。谢谢你，谢谢。OK， 谢谢。哎，马克，帅太子。哦，你特别哦。男的，男的。再来拿一次哦。阿美还在这嘟嘟，赶快收起来了，收起来。来，你再过来，再给你一份，你嘴巴闭起来，会不会？哦，不要讲出来。啊，你跑掉。哦，我以为，这是我先哈，好，先哈。再给你多一点，哦，啊，你嘴巴闭起来，知不知道？哦，不要讲出来。耶。新北市三峡朱林宫天行前来台湾玉峰山观音寺参礼圣驾，恭祝天官不在神，圣诞千秋，三藏清香通法界，一杯清茶表丹心，一束鲜花映天成，礼祝灯火照光明，这是仙果敬尊神，一奉香，比如风调雨顺，相吉庆；再奉香，比如国泰民安，享太平；三奉香，比如社会经济步步升。礼生，请一香。啊！喂！一翘手，再翘手，三翘手。那你是有上天好生之德，你是又带一个的命，你带一个命起下来。是，你这马将比较强。我今天赶不到那个人，赶不退家。叔公，你今天无准时，别退家。我有准啊。Sharp as many, but got hard. I'm ready to change scars to end.